嗨，闪光的乐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嘉尔 Jackson。老肖哥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、很温暖、为别人着想的一位哥哥吧。就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会很快的时间，把互相的距离给拉近，特别会照顾人。有些时候，特别会照顾的时候。有些负担，太会照顾人了，哥。通过节目肯定有一些任务要做嘛，但希望可以遇到一些，就算节目结束了以后，也可以一起玩音乐，一起去探索的一些音乐人，yeah。